胡志辉先生是在民国42年12月1号水葬在金门水头湾的金厦海家。现在这里曾经建有吴公铜像、吴公亭和指挥画师，以供游客的凭吊和游览。这次金门各界所举行的这项为追怀我国一代完人的知老遗作资料展览，内容包括有吴知老的墨宝、书法、遗著和生活的照片100多种，以及由金门文献会所出版的《永远与自然同在》《千秋大佬》《吴亭清画》等书籍。在他这些珍贵的遗作资料展出中，前往参观的人非常的多。